美国一名外形极像芭比娃娃的女子常被评价假得很，是整出来的。她一直否认曾经做过整形手术，使自己看起来更像芭比娃娃。近日她大方承认丈夫为了看起来更像芭比娃娃的男友肯做过整形手术。她嫁给了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男人，其外形与芭比娃娃的男友肯相像。马萨拉说，她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小时候她的母亲拒绝给她买芭比娃娃，这反而加深了她对芭比娃娃美学的热爱。于是马塞拉开始痴迷于把自己变成真人版芭比娃娃。在他进入青春期之前，他会在胸前和屁股后面塞东西，为的是创造出与芭比娃娃相似的身材曲线。进入青春期后，他的体型发生了变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芭比式曲线。他沙漏般的身材引起了很多陌生人的评论，他们指责他是整出来的和假得很。但是马塞拉坚持说，他只做过臀部提拉手术，打过肉毒杆菌和嘴唇填充剂。他的形象是由美瞳、假发、化妆品和各种各样以芭比为灵感的服装组成的。他坚称，他的完美曲线是在健身房努力锻炼的结果。